欧洲马赛长距离周五激战七年冠军哥大集结，发现共同点了吗？马赛国际赛参考距离900公里，属于长距离赛，比赛哥必须穿越河谷，也非一路平坦，比赛有点难度，是比较受瞩目的比赛之一。2018马赛国际赛正在集歌当中，预计7月20日黑龙放飞。今年马赛国际赛的组织方 CFW 已经宣布第60届大赛将更换新的放飞地点，新放飞地坐标为加四13度17 51加05度21 39。此次大赛只设成歌组，近几年来马赛的集歌语数在逐年下降，2016年跌破万语，2017年集歌8037语。以下是马赛2010年到2017年的冠军歌集歌演欣赏。2010年马赛国际赛冠军 B056-6306-292 熊空距 922.495 公里，分速 992.998 米每分。2011年马赛国际赛冠军 NL09-154-6403 灰熊空距875公里，分速 1085.25 米每分。2012年马赛国际赛冠军 FR09-200704熊飞行空距 718.167 千米，平均分速为 1021.28 米每分。2013年马赛国际赛冠军马农 Mongnom FR114024449 翔距 716.460 千米，创下平均分速 1095.170 米分。2014年马赛国际赛冠军 B12011-210-2144 翔距 873.268 千米，创下平均分速 1218.773 米分。2015年马赛国际赛冠军 NL13154-0537 熊翔距 874.464 千米，创下平均分速 1411.3 米分。2016年马赛国际赛冠军 B11109-094227 熊翔距 794.212 千米，创下平均分速 983.12 米分。2017年马赛国际赛冠军 B11151147558 熊翔距 780.655 千米，创下平均分速 1246.95 米每分。